就是打出中文，在游戏里面直接翻译成了英文。很多人好奇我是怎么做到的，今天我就来做一期视频来讲讲。在我刚开始玩 Rust 的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很可爱的菲律宾人，他在得知我是萌新之后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，甚至在之后的几百小时里面，我们都是一起盖房子看书刷油井的。期间因为不会英文，所以很多事情都需要在手机上翻译很久啊才能聊得开，直到我找到了这个软件 Kobe Translation。 有了这个软件呢，你只需要把想要翻译的话复制下来，过个两秒钟它就会自己给你翻译出来。当然了，不只是你打出来的中文可以翻译成英文啊，外国友人的英文啊，你照样可以翻译成中文。下面呢，我就以这个 Rust 为例啊，给你们演示一下在游戏中，这个软件是什么效果的。OK， 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连进了一个人非常多的美国国旗啊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聊天啊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复制他们的话，然后来翻译。我吃皮啊啊，就像任何一个男人一样。然后到 F15 来了免费的战利品， OK OK， 啊，我也发出去了，发。然后除了复制别人翻译别人的话呢，我们还可以自己打一些字啊。What up, nigger？ 然后按 Ctrl 加 A， 然后 Ctrl C 复制。会翻译出来。那么在看完演示呢，下面我就来教你们如何下载和怎么设置这个软件。首先，我们直接百度搜索 Kobe Translation。如果你记不住这串英文啊，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在简介里面找到网址，找到这个网站，点进去，点击下载安装，在左边点击下载，然后选择你的系统，当然玩游戏大多都是 Windows 啊，所以咱们就选 Windows。 然后咱们向下找到不带 beta 的正式版，这里我下载的是 9.1.0 的第一个。下载完成后是一个压缩包，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，然后解压到里面，然后我们打开软件，把原语言设置成英文，把目标语言设置成中文，再点击上面的开关，打开自动复制、自动粘贴、自动净化、智能互译、智能词典、监听、简介版。然后在你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实现复制翻译了。